我是大食怪耶，所以我目前还是比 AI 厉害的行走的食物品牌机。嗨 ，CBook 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焦凡凡，一起来看看大食怪凡凡有没有难得倒的实验室，来吧。你们很过分的，你们是不是还撕碎啊？好，那我们放下来，然后等会儿来。好，那么简单。好，请问，本来第一个吃的是乐事，那第二个吃的？那个胡子，他叫什么？他叫品客洋芋片。恭喜答对。第一个是乐事，第二个是品客。没错没错。我是大食怪耶。哇，你们很贴心，还给我擦子擦。这个是巧克力。哦，不是要问这个是？对，我先试试看，嗯，我有个底喽。嗯。而是而是，我今天在节食，不能吃糖，很幸福，偷偷吃了。等一下，怎么突然眼睛张开了？好的，没有，我们第一个吃的。第一个是 sneakers， 第二个是 T 开头的 T 牌，所以第一个是 S 开头，第二个是 T 牌。对，正确解答。正确。我是行走的品牌试吃。我想玩，已经可以答对了。这个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这好难哦！营养饼干，对，好，我们公布答案是营养口粮啊！这个太难了，营养口粮是我爷爷在吃的，没错。我猜是苹果面包，乱讲。哦，那个海珠。OK。这是怎样？要舔吗？这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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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等一下，这个可乐软糖啊！哎呦，你们在等我！他这样子，跳跳糖。OK， 恭喜答对，根本不用吃，就你答对了，然后还去吃了。最后一关，经典过关，看一下，我们只能用OK。所以我目前还是比 AI 厉害的行走的食物品牌机孔雀。在里面才有两款泡面。这样啊，我这样。维力炸酱面，维力炸酱面。来客的手，鲜虾鱼版。没错，恭喜答对，实在是太厉害。耶、yeah! ！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焦凡凡。如果想要关注我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的 YouTube、Facebook， 还有我的 IG 哦。然后很多活动啊，其实都会资讯都会在 IG 那边。焦凡凡，焦糖的焦，不平凡的凡，然后都找到我哦。拜拜。